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第一次尝试了自己编舞。对，就是我发现这个自己编舞真的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。我选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就是偏 R&B 的吧，才刚开始编了十几秒吧，大概还需要不断的打磨，大家多多期待，拜拜。